兼中威喜爱的画家理查史密斯，他的书图书馆可以借到了，这是有理由的，原因请看。一言一中，应该关定哦。我今天就一个这个我们图书采购的问题，我希望局长跟馆长能够把我今天的执行哦，依照我的今天执行，能够想出其他的方案，能够来解决了哈。我想有很多市民都会在我们的图书馆的这个页面里面哈，他们会推荐。要购买的书籍，哦，购买的书籍，有时候我们这个中文书嘛，也有外文书籍也有，但是我这个人有给我澄清，这个市民给我澄清哦，他过去几年推荐的这个外文书籍啊，希望我们图书馆能够去购买，但是我们成功率非常低，成功率非常低。这个第一个哈，要来观众到决定。这个第一个问题出现在我们图书馆，是不是整个一个采购合约都是要向出版商购买？我就要检讨这个合约了哈。这个合约我认为这个没有道理的哈。像这个市民给我澄清，他这一本书在过去四年每次在我们图书馆的网页里面要建构，就是推荐我们去购买。但是我们的回复就是没有办法成功，就是没有办法成功。但是在所有其他的线上平台上面，偏偏就有这本书，所以这里给大家观众，这个就代表我们整个一个图书馆的服务系统里面是处于一种怠惰，根本不想去服务市民。就是不会积极的去处理这种事情，就是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商家，是一个这个资本体系的一个商店的话，有很多会很热情的去怎么样去搜罗，怎么样去替你找到这本书。但是我们的图书馆就是公务人员的心态就很怠慢，就不积极的处理这种事情，以至于这本书这个市民他建构的东西四年里面都得到同样的答案，但是在其他的线上平台就偏偏有这本书。所以我认为这个可能是采购合约是不是要重新检讨。第二个，我们图书馆在负责这个部门的这个相关部门人员真的要再教育。那个葛丁，你认为呢？谢谢易座的提醒哦。那这个表示这个有一点恐龙了哈。这如果反应四年哦，应该不过现在洪馆长很积极了，应该他可以解决了。好，我希望你能够解决了。我给你看一个统计表格啊，你看这个108年我们市民读者推荐的那个切书率啊，切书比例，你看108年是38.95%。109年是59.71%，110年是59.71%，就是我们市民推荐要采购的书呢，在过去两年里面，将近有60%都被你们打了回票 ，say no， 就是我们找不到，我们根本没有。但是我的助理团队随便你找的线上平台，都有市民所要推荐采购的书。所以这里观众啊，透过我今天的执行，我认为看要去修正什么采购合约也好，或者是你们交易局或图书馆系统另立一套方法去吻合我们市民的需求，好不好？我老实说，你图书馆开到那么大，这种小事情你都没得解决。我希望能够透过李建章议员今天在教育部门的这个执行，往后能够改进这种怨言，好不好？那个决定跟观众，我们这个积极来处理哈。这个我想，这个这样的议题是谢谢给我们有一个管制策略的机会。馆长，你请回。谢谢。我必须说，本人从2015开始建构理查史密斯的书，
但迟迟无法购入，到了绝望时，不如写信给议员，只要是 FB 能查到的议员，不分党派，都寄信给他们，表达立场。终于有议员予以回应，但我推荐的不止一本，如影片所见，其他书籍也在推荐名单里。议员在议会里是2022年初质询的，过了一年，终于见到理查·史密斯的书，但只有一本，又陷入绝望。公家机关普遍处理态度，不是所有书一起买。之所以做了这支影片，我知道看这影片的人未必是同一座城市。如果你也希望能图书馆借到好书，无疑希望能够在这集解析爱艺术爱好者是否能透过民意增加力道，让图书馆里有理查·史密斯的书籍，可供民众借到好书。但要如何做？因为图书推荐大会票击率太高，所以我认为多人一起协力写信给市府相关单位、议员，表达立场，不止一人的监督与关切。希望好书在图书馆能看见，感谢观看，并请分享出去。